萌萌，谁啊？我的一个前女友。你说泡妞吧，无非两种，要么走心，要么走肾。走肾？你不知道孟云之前有多少个女朋友？这个必须得了解。这次打算玩多久啊？我这次认真的。你每次都是认真。你搞定了你前女友的现老公的初恋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好变态，不玩我节操。谁不是谁的不是，你可能是谁的谁。今天晚上有露露姐的前辈在。是前辈们吧。 Come on， 论长相人家比你帅，打架人家是黑带，砸钱人他妈富二代。虽然你在韩国待过，但你韩语不如人家，人家中文还比你强，你靠什么？我活好。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咱俩是不是见过？那难道我们不是恋人吗？我们是一夜情。把情删了。亲爱伴侣，把爱删了，那么直接，一夜变前任，注定当备胎。备胎，一定要 hold 住，不要当备胎。男人，你可以说他长相一般，身材一般，头脑一般，事业一般，但是活儿一般。谁啊？给我看看。看，可以，但如果看完之后手机里什么都没有，你得向我道歉。哎呀，你故意的！婚还没结呢，说走就走。男人真的太累了。我有个群，进了点新人，九五后，走。你看朋友圈吗？他天天这嗨的，跟野马回到大草原一样，我一看就来气。女人呢？就得亮一亮，不会想你绷不住了。喂，你好，你骂谁呢？人家去旅游了，那生活叫你多姿多彩啊！这自拍吧，不理解。这都全身照谁拍的？他这完全是逼我服软，你知道吗？反正这次我是绝对不会妥协的。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的黄金单身期。来个了断局，喝个分手酒。一会儿乖乖的，我感谢你们替我照顾孟云这么多年，接下来就把他放心的交给我吧。